来，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收看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主办的、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承办、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协办、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进行支持的北京市科学健身在线课堂。今天下午的直播课程呢，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啊，我们说的不是体重的重，是他的咖位非常的重啊。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副教授，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最后这个厉害了啊，是世界武术冠军，太极拳的武术冠军邱慧芳邱老师，有请邱老师给我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邱慧芳。邱老师平时的工作非常忙，而且呢邱老师还担任了这个北京市海淀区太极拳协会的这个副会长的一个职位。刚才也听邱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海淀区的这个太极拳协会啊，有几万名的这个会员，今天大家都来到了直播间来等着看我们这个邱老师的直播授课。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交给邱老师，有请邱老师。好，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大家呢要跟我一起来学习一套太极八法五步。那么这个太极八法五步呢是在二十四式的这个太极拳的基础上提取了一些它的核心技术，比如说捧、捋、挤、按、踩、裂、肘、靠、进退、固、判、定。那下面呢我们在学习这个套路之前，大家先看我做一遍完整的示范。好，请放音乐。
好，大家刚刚看我做了一遍示范，那么这个八发五步这个套路呢，相对于我们之前的二十四式还是要简单很多的。那今天呢，大家跟我一起，我们把这个八发五步的套路从第一个动作到最后一个动作我们学一遍啊，希望大家尽量能够跟上我的节奏。好，第一个动作首先是起势啊，我们两个脚并拢，双膝微屈，两手轻贴裤缝，保持直立状态。好，开步，左脚慢慢抬起来向左侧开步，踏实，然后手臂内旋，提腕提到腕与肩同高就可以了。好，屈肘，肘关节下沉，屈肘按掌，同时屈蹲按到腹前。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手腕不要僵直，不要往上翘啊。对，好，那这个动作起势呢跟我们二十四式四十二式的竞赛套路包括四十八式都是很像的，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基本上还是沿用这样的啊。好，再来一次，大家跟我一起，双膝微屈，脚跟慢慢抬起来，左脚脚跟，对，好，向左侧，脚尖冲前，慢慢踏实，这个时候应该是两脚与肩同宽，手臂内旋，大腿前侧提腕，手指尖放松，慢慢提到与肩同高。好，这个时候肘关节下垂，肘关节下垂按掌屈蹲，这个时候我的掌心是朝下的啊。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是不要把我们的手腕翘起来，力量不要放在手腕上，手腕自然放松就可以了。好，第二个动作左捧式啊，左捧式呢基本上呢是跟我们的这个二十四式太极拳击的捧式一样的，先看我做一遍。好，捧，好，那么我们在做捧捋挤按啊，踩裂肘靠八个方法的时候，上肢的时候，在太极八法五步里头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前面这八法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上肢动作，所以下肢呢采取了一个站桩的姿势。那么两腿分开以后站桩的姿势呢，我们要保证它是屈腿，然后呢膝尖与脚尖相对，好，侧面看啊，侧面看，膝尖与脚尖相对，屈蹲就可以了。屈蹲多少呢？屈蹲到与你的膝盖与你的脚尖基本上就是不超过脚尖的位置就可以啊。那么在这个屈蹲的过程当中，既不要出现了啊撅臀，也不要出现挺胯，好，身体自然的立起来就可以了。对，立起来就可以了。有的人说，老师我可不可以蹲得很低？我觉得大家尽量不要蹲得太低，蹲得太低以后你看你的膝盖就超过脚尖了，这个时候时间长了以后你会不舒服的，所以我们尽量站得高一点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完成捧捋挤按踩裂肘靠，所以说时间上面也是比较长的，所以我们就做到一个微屈的状态啊。但是这个微屈的状态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有几个要求啊。第一个呢就是不能够随着动作来回的膝关节到处拧转，也就是我们可能待会儿有转腰动作的时候，你看膝盖来回拧动啊，尽量不要出现这种动作，它一直保持这个状态的，腰动就是腰动，其他地方就不要乱动就可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尽量做到两脚尖冲前，不要八字脚啊，不要八字脚啊。第三个不要随意站，你比如说一个脚在前一个在脚在后，一开步有的人就随便这么开啊，前后站或者是八字脚这种的都不可以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保持它是与肩同宽的啊，不要过小，你看这太小了蹲下去也很难受对吧，也不要过大啊，过大了以后超过肩的位置以后，有人一蹲就往下一蹲就变成一个马步的状态了啊，所以说我们保持还是在这个与肩同宽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双膝微屈，对，保持我们这个身体立起来，然后呢既不要往前趴也不要往前挺胯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做前面八个动作的时候我们的下肢要求。那一会儿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下肢我就不再专门去做强调了，主要重点就放在上肢动作上面了。好，那大家跟我学第二个动作左捧式。好，按掌完了以后啊，好，我们先学抱球。抱球的时候呢右手往上走，好，左手呢手心朝上，对，右手手心朝下，
抱球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上面的这个手与胸同高，下面的手与腹同高。如果右手在上为右抱球，反之如果左手在上即为左抱球，都是手心相对的啊。好，那下面呢，我们在做这个右捧式的时候，我们做右抱球，同时我们身体要朝右转啊，我们右转，右抱球，身体要朝右转，转多少呢？转45度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看脚底下膝盖不要动啊，不要动。好，接着我们左手向前捧出去啊，左手向前捧出去，哎，我们先做一个手啊。我们那个有很多人有可能是第一次学习太极拳的，不太清楚这个太极拳的一些规律，那我们前面动作慢慢来啊。好，身体转正，然后左手向前捧出去，右手呢往下按就可以了。按到哪里？按到我们的胯旁，手指尖是冲前的。那么左手的捧呢，一定要记住是手心对自己的，虎口朝上啊，手心对自己捧的时候呢，成一个圆形啊，不要说捧把手呢就分出去了，一定要捧成一个圆形，对，弧线形就可以了，在自己的胸前。哎，好，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一下啊。好，我们做第二个动作。好，转腰，右捧啊，右抱球啊，右抱球。好，接着左捧，好，眼睛前视。好，下面第三个动作啊。好，第三个动作先看我做一遍。啊，第三个动作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啊。那它的方向呢，是从你的左前方往下到右侧方向啊，走了一个弧形啊，一个大弧形。好，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手啊。好，首先呢是左手呢向左前方，哎，左前方的位置上，手心朝下，好像搭在对方肩膀上一样的。好，右手呢向上拖走啊，手心是也是朝上的，左手手心朝下，一定要记住两个手有前后之分，不要放到一起去了啊。对，有前后之分。好，然后从下啊，从下往回带到我们的右侧，右侧，然后慢慢两个手举起来，同时一定要记住我们是虎口朝上，两个手都是虎口朝上，手指是竖着的啊，手指是朝这个我们的右侧方啊。好，这个动作我们再来一遍。好，两个手一起来啊，两个手一起来。好，左手右手一起，对，略微的左前方啊，这是正前方。好，这是稍稍左一点，大概跟你的左腿在一个位置上就可以了，与肩同高。好，下捋啊，下捋往回。好，侧起，眼睛看着你的右手。好，三个动作我们一起做一遍啊。好，一起来，开步，第一个动作起势，起手，按掌，按到腹前，不要蹲得太低。好，身体微微向右转，右抱球。好，身体转正，左捧，左手向前，手心朝下，右手手心朝上，有一前后之分。好，下捋，下往右侧。好，起手，接着我们学第四个动作啊，向前挤。好，屈臂，右手屈臂，右手屈臂，右手屈臂放在左手的手腕上，手腕上啊。好，右手屈臂，同时身体转正，哎，这个时候你的腰就要转了，对吧？我们刚刚两个手都在右侧，这个时候随之你的腰也是要转的，但是因为你的脚固定了，所以说你的腰转只能转多少啊？45度角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当我们的右手屈臂，一屈臂搭腕，身体就转正了，身体转正了，转正了以后呢，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手呢与胸前大概有两拳的距离，两拳的距离啊，千万不要，有的人一转正以后，这种放得很紧的情况倒还少，好多人一坐就已经打开了啊，已经打得很开了，那后面挤就没有办法出去挤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只要放在胸前两拳的距离就可以了。好，然后再向前挤出去，
对，然后再向前挤出去。挤出去的时候呢，也是要看到我们的两个手不能挤成直线，看见没有？不能挤成直线，哎，稍微有一个弯曲度，好像捧一个球一样的捧住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肘关节啊，虽然不能够完全架起来，但是呢，也不能够一个手抬着，一个手放下去。常常我们有时候看到挤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瘪的一个球，而不是真正捧圆的一个球。啊，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把它给注意一下啊。好，下面我们再来一次啊，再来一次，从捋开始啊，捋完了以后，好，搭腕转腰，也叫转腰搭腕啊，身体转正，前挤，好。下面按，好，看啊，手心向下，好，左手手心向下，左手手心，左手手心向下，那右手呢，刚刚在手腕上，左手手心向下，同时右手呢就放在我们左手的上面，成一个交叉状，好，然后两个手分开，啊，分到与多宽呢？与肩同宽就可以了。有的人会分开，分到这么开，太开了啊，就是超过你的肩了，与肩同宽，然后就开始屈臂，好，屈臂收到胸前，然后再从胸前，再收到腹前，啊，然后再从腹前推按出去，好，最后这个就是我们的按式，啊，按式这个动作再来一次啊，我们从捋开始，啊，走，转腰搭腕，前挤，好，两个手交叉。对，错手，好，分开，屈臂，胸前按到腹前，再从腹前推按出去，啊，要走一个弧线型，看见没有？啊，还是有一个弧线型，对，推按出去，啊，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尽量做到掌还是要稍微立一点啊，要立一点，不要太松了啊，不要太松了，啊，推按出去，好，捧捋挤按。这四种手法我们完整的做一下，来，大家跟我一起啊，从第一个起势完了以后屈蹲一点，好，转腰啊，朝右侧转啊，所以右抱球，转腰右抱球，左捧，注意固定好你的下肢，好，左手向前，对，有前后之分，对，好，下捋往右啊，往我们的右胯右侧，好，起手，好，屈臂转腰，屈臂转腰，好，前挤，好，两个手交叉，好，胸前按到腹前，再从腹前推按出去，啊，那么捧捋挤按在太极拳里面呢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很经典的一个动作，因为揽雀尾在杨氏太极拳里头，揽雀尾啊的动作是非常集中的体现了。那么在这个24式的太极拳里面，左右揽雀尾基本上就是捧捋挤按手法的一个表现啊，手法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这个8发5步呢，就是把它的这个上肢动作完全就是拿出来了，单做上肢啊，基本上下肢成一个站桩状态。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专注于我们的这个腰跟手的这个配合。好，下面我们从起势再把前面这四个动作做一遍，大家跟我一起来。好，起势开始，开步，踏实，起手，到肩，屈蹲下沉，按掌到腹，转腰抱球，好，左捧，好，左手向前，手心朝下，右手也是向前啊，有前后之分，好，下捋，侧起，眼睛看右手，好，转腰搭腕，正前方，前挤，好，错手，两手打开，与肩同宽啊，与肩同宽，好，沉下来，按掌推按出去啊，怎么样，大家学的我觉得应该不是很难，对不对啊，这个动作反复重复就可以了。我们其实往左手的我这边都还可以，等一下大家要挑战另外一侧啊。好，下面呢我们学剩下的四个手法，踩裂肘靠。
那这剩下的四个走法这个方法呢，踩裂肘靠呢，大家其实平时用的不是很多啊，不是很多，尤其是在我们学二十四式或者一些很常见的拳术里的时候，它这四个动作不会同时出现，它都是在某一个动作里头，它会有一个的动作体现。比如说靠啊，它可能在四式二式综合太极拳里头，它有马步靠，对吧？啊，像这种单个动作的出现会有，但是不会像啊揽雀尾这种彭捋举案在一个动作里头集中体现的四种手法。好，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后面的内容我们学习一下。好，大家跟我一起啊，我们从按开始。好，踩，先看我做一遍。好，踩的动作呢，其实刚刚我们的这个捋的动作，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像的，对吧？也是从左前到右侧啊，也是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半圆啊，半圆一个画弧线。但是不同的地方呢，踩呢就想象是抓住对方的胳膊往下拉踩啊，抓住对方的胳膊往下拉踩，所以说它有一个手法上的一个变化。好，下面大家跟我一起做啊。好，我们按掌完了以后，好，左手呢手心略微朝上，对，左手手心略微朝上，右手呢直接变成握拳就可以了，两个手也有前后之分，看见没有，前后之分，对，前后之分。好，往下踩，想象抓住对方，好，往下拉，对，哎，从左前到右侧，可以吗？这个动作其实也蛮简单的啊。好，我们接着往下了，咧了啊。好，由拳变掌，手要翻一下，哎，这个时候一翻的时候大家有点糊涂了啊，我从侧面做给大家看啊，看这现在是右手啊，大家看，想右手不用想左手啊。好，右手，右手手心往上一翻，成一个托掌，托起来的感觉，对，你看刚刚不是拽下来以后吗？好，手心往上一翻，成一个托掌就可以了。好，那左手呢，左手拽下来了以后呢，手心啊，手心向外翻，大拇指朝下，手心向外翻，对，向外翻，是向外翻，对，掌心也是朝外的，这两个动作翻手要同时完成。好，跟我一起来啊。好，走，一边翻手一边抬起来，从侧面抬起来，对，从侧面抬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左手啊，左手的手掌在我们的右胸前，左手的手掌在右胸前。好，另外一个手呢抬起来，基本上两个手在一个高度上，哎，好，我们再来一次啊，我们从前面这个暗示开始，看能不能连啊。好，抓住对方的手，这个时候我们的左手略微手心朝上翻，好，踩，往下拉，拉踩，右侧，好，翻手抬起来，眼睛得看右手啊。下面这个是咧，咧呢就想象抓住对方往下咧的动作啊。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手不动，其实是腰动了啊，手不要再做动作了，就是腰横着，对，咧就可以了，就腰横着转就可以了，对，很好啊。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手不动，然后腰动啊，固定住啊，转，对，手转到多少呢，转到以右手为基准，转到正前方啊，右手为基准转到正前方，这个时候左手基本上是在你的这个侧面了，在侧面了，哎，好，再来一次啊，这个动作再来一次，我们从按开始。好，抓住，好，下踩，翻手起手，侧起，好，横里，它横着走的，对，横着走的。好，接着啊，我们开始做肘，先看我做一遍啊，屈肘击打，屈肘击打啊。那么屈肘击打呢，也就是将我们刚刚不是横着的手嘛，我们刚刚是这么做的，对吧？啊，然后屈臂，把手屈臂，大小臂折叠，看大小臂折叠，对，你只有折叠上了，你才能够有力量往前击打啊，才能够有力量往前击打。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主要是以肘，左手为主啊，左手为主。好，屈肘向前击打，同时右手放在左手的手臂的外侧就可以了，护住它就行了。
啊，力量在肘肩上，正前方，正对着前方。好，再来一次啊。好，走，屈臂，屈臂啊，先屈臂，一边屈臂一边转腰，击肘。啊，好，这三个动作再来一次，跟我一起。好，握拳下踩，侧起，翻手侧起，转腰横里。好，屈臂击肘。好，下面该靠了啊，先看我做一遍，靠。好，靠的动作呢，主要是在右手上，右手啊，也就是你现在掌的这个手啊。右手呢直接放下来，握拳放下来啊，右手握拳放下来，身体朝左转，然后拳落在两腿之间就可以了。那么左手呢放在，直接由拳变掌，放在我们的手臂的上侧，手臂的上侧，手臂撑一个圆形，撑一个圆形，拳心啊，也就是说我这个拳眼这个小拇指这个地方朝外的啊，是朝外的，对，朝外的啊。好，这个动作再来一次啊。好，预备。好，屈臂击肘。好，转腰靠。靠的时候呢就想象是用我们的这个上臂去靠啊。当然呢我们因为是站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说呢只能是把这个上肢的动作做到位就可以了，等一下我们连下肢的时候才能够感觉到力量啊，才能感觉到力量的。好，我们等于说在比较快的时间，我们把这个棚捋挤按踩裂肘靠八个方法教完了，但是有没有学会呢？不一定。所以说下面呢我们再顺着再来一遍啊，顺着再来一遍，刚刚只是让大家粗粗的学了一遍，那下面呢我们再顺着再来一次这些动作啊。因为棚捋挤按大家是比较常练的，但是踩裂肘靠呢大家不是常练的，所以说不太容易记得住，但是有一些规律可以遵循啊。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在练的时候它都是左转右转左转右转，没有说左边转两次右边再转两次，没有的，对吧？啊，我做咧的时候往左，哎，我做肘的就是往右，然后靠的时候又是往左，所以它都是左右左右这样旋转的，所以说基本上不会错啊，基本上没有错。好，那下面大家跟我一起啊，我们再来一次，两脚并拢，双膝微屈，两手轻贴裤缝。好，准备开始，开步，踏实。好，手臂内旋，提腕，屈蹲按掌到腹前。好，转腰右抱球，与胸同高，与腹同高。好，身体转正，左捧与胸同高。好，搭肩拖肘，想象啊。好，下捋，侧起，侧起啊。好，转腰搭腕前挤。好，错手，屈臂按掌，向前推出去，下面该踩了。好，想象抓住对方的手，左手手心略微朝上。好，向右下踩。好，翻手侧起，就拖着手腕拖起来啊。好，手不要动了，只是转腰横脸。好，左手屈臂握拳平拳。好，再转腰击肘，右手放在立掌，放在我们这个手臂的外侧。好，再转腰落拳，右手直接落拳往下一落。好，靠啊，靠，对，棚捋挤按踩裂肘靠啊。我们在做这个棚捋挤按踩裂肘靠的时候，其实在太极拳的所有很多的套路当中，不管是我们学这个竞赛套路也好，还是传统套路也好，这八个方法其实是无时无处不在的。那么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觉得
比较集中体现的某一些动作记得会特别清楚，比如说揽雀尾的动作，大家都知道它里头包含了有棚捋挤按，很清楚啊这个方法。但是有一些动作的时候呢，如果我单独提出来，那你知道在这个套路里头哪一些是咧的动作吗？哪一些是踩的动作吗？可能有的拳友就不是很清楚了，以及爱好者说不知道啊，不知道是什么这些动作，那甚至连这个动作是怎么样形成的啊都不清楚。那我们这个八发五步呢，它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把这些最基本的太极拳核心的一些内容提炼出来，让我们认识到哪些是踩，哪些是咧，啊，哪些是走，哪些是靠，啊，这个我们还是要去常常去练的。而且这个套路非常的简单啊，非常的简单。好，下面呢，我们再跟我来一次，我们就要挑战一下相反方向了。好，大家再来一次。好，开步，起手，屈蹲按掌。好，转腰抱球，注意固定我们下肢。好，呈站桩式啊，捧、捋、挤、按，眼睛可以略微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踩、咧、走、靠。好，眼睛这个时候都是平视的啊，都是平视的。好，相反方向啊，大家看我做一遍，我就把相反方向的棚捋挤按踩裂走靠整个做一遍，好吧？好，大家一起看啊。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变成了左抱球，左手在上了，右捧。好，右手在前，然后我们是左捋，捋，还是一样的，转腰搭腕，前挤，走，收回来，双按，好，踩，也是右踩，侧起，走，靠。好，一样的动作，相反的方向，但是呢往往这一侧好像更难一点，因为不常用嘛啊，所以说大家待会儿跟我练的时候呢多练几遍，我们熟悉一下我们不常用的地方，好吧？好，大家跟我一起来啊。我们最后一个靠，我们是右手在前，记住右手啊。好，右手在前，我们身体要向左转，其实不用再转了，因为我们刚刚说过的，我们刚刚在做最后一个的时候身体已经向左侧转动了，对吧？左侧已经转动了，其实腰已经不需要再转了，腰既然不转，那么我们直接抬手就可以了，哎，就左手往上起，右手抱球就行了，成一个抱球状，左抱球，还是与胸高与腹高啊，就身体基本不转。好，然后我们接着，好，慢慢转正，右手向前捧出去，好，右手向前捧出去，对了，右捧式，要求还是一样的啊，还是一样的，与胸到胯。好，接着我们的右手向前要捋出去啊，右手在前，跟我们刚刚正好的地方是相反的，也是要有前后之分啊，左手在右手的这个肘关节的小臂的内侧啊，不用在它下面，那太低了，在它的内侧就可以了啊，内侧，然后下捋，捋的时候呢就一定是啊，从我们的右上到左侧，左下啊，左下，然后抬起来，侧面抬起。好，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虎口朝上的啊，眼睛看左手，屈臂转腰，屈的是左手，屈臂转腰搭腕，身体转正，转正还是一样的，看见没有？对，不要太大幅度啊。好，向前，前挤，对，胳膊不要挤成直线就可以了。好，两个手伸开，屈臂回来，双按。好，下面
这个时候右手抓住对方，你看这样抓住对方一定是右手抓啊，左这个左手是往下的，对，右手呢略微手心朝上，啊，往下踩，那也同样是右上到左下，好，左手翻，哎，这个时候能弄得清楚吗？左手手心朝上翻，啊，对，左手手心朝上翻就是托起来的状态啊。右手呢，手心朝外翻，手心朝外翻，虎口朝下，大拇指是朝下的，啊，对，这样的，看，一翻，对，啊，你可能有的人看他老师这个手来回翻来翻去的，好糊涂啊，好迷糊啊。那么记住，右手，现在我说的是右手啊，右手呢，向外翻，翻成掌心朝外，大拇指朝下。啊，不要翻反了，翻反了以后你是这样是过不来的，你多别扭，对吧？哎，向外翻，对，向外翻，手臂外旋，向外翻。好，那么我们的左手呢，你就要托掌，托掌嘛，啊，托掌嘛，对，手心朝上就可以了啊。好，这两个手，好，同时一边翻，好，一边侧起。侧起以后呢，这个手是在我们的胸前啊。好，我们的手不动。腰转就可以了，对，你看基本上其实我的手是没有动的。好，然后右手屈臂，大小臂折叠，好，向前击打出去，大小臂折叠啊，向前击出去，全是平的。好，对，击出去以后也是在正前方，左手放在右手的手臂外侧，虎口朝上。好，接着身体右转，同时左手往下落啊，左手变拳，右转变成一个靠的一个姿势。你看我们这个是个圆的，圆形的，对吧？你侧面看它是一个圆形的啊。那么这个手呢靠在哪里呢？拳放在两个腿的中间就可以了，腰转就可以了啊，千万不要放在另外一侧，就多了啊。啊，有的人放在这儿又不够，好，就是放在中间，然后腰微微的，你固定住你的下肢的时候，其实你的腰只能转45度，转不了太大。对，保持这个姿势就可以，眼睛平视。好，可以吗？再来一次，好不好？就是相反方向的，再跟我再来一次啊。好，我们再来一遍。好，直接起手啊，身体已经朝左转了，左抱球。好，右捧，搭肩拖走，下捋，侧起，转腰搭腕，前挤，侧手屈臂，前按。好，握拳，下踩，注意右手手心是朝上的。好，翻手托起，好，转腰横理，屈臂击肘，好，靠，上肢动作基本上保持你的下肢不动的情况下，上面的捧捋挤按踩裂肘靠，其实我刚刚做完左侧再做右侧的时候，如果你的始终保持在一个高度上去把这个动作完成的时候，腿还是有一点感觉的，不会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一点感觉没有。但是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膝关节不能乱拧啊，不能这样拧过来拧过去，有的拧得大了以后还能够把脚这么外旋的都有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保持住啊，就是转你的腰。但是转腰其实它幅度是有限的，它只有45度，不管你是左边转还是右边转，它只有45度。当你固定住你的腰胯的时候，尤其是固定住你的胯的时候，固定住胯了以后，你的腰转只能是45度，你过不去了啊，过不去了。所以说有的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能做到这种角度的时候，那他肯定是膝盖已经跑到另外一侧去了啊，跑到另外一侧去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后面我们开始要做走动性的了，其实还是上面的那些动作，还是刚刚那八个方法的动作，捧捋挤按踩裂肘靠，但是我们要把脚加上去了。
我自己觉得就是当你把脚加上去了以后，难度好像就增加了一倍了，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们下面的动作就要从脚下开始学起。好，第一个呢要跟我学的就是进步啊，就是进步。好，我们先学脚下啊，先学脚下。我们先要知道什么是进步，是从怎么来的啊，我们要从弓步而来。首先我们先讲弓步。对，每一次我讲太极拳的时候，我都必定会讲到这个步型，因为这个步型是我们太极拳非常重要的一个步型。首先大家看我的这个弓步啊，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膝尖跟脚尖相对啊，膝尖跟脚尖，就膝盖跟脚尖相对，不能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像这种情况出现的我觉得很少，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啊，比较多。好，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到是哪一种都不可以出现，一定是膝盖跟脚尖相对，就是它在一个平面上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后脚，后脚是45度的脚，看见没有，后脚是45度的脚啊。那么后脚呢45度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有的人他会觉得45度对他来说有一点困难，有的人会觉得45度角度对他的太小了，那可能有的人他的踝关节不是很好，你可以稍微放大一点到60度，我觉得可以了，只要你能合胯就行。可是我觉得不要做成90度，90度就变成横裆步了啊，完全是两个步型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稍微注意一点啊，还是弓步。好，我们做好，那么做出来了以后呢，后腿要微微屈一点，千万不要把后腿伸得太直，稍微屈一点啊，微微屈一点点，就是放松的那个角度的话，能够让你的胯能够落得下来。那同时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啊，我们要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两个脚之间要有间距。初练者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刚练太极拳的人会出现这样，俩脚重叠，就是你不管怎么练，他俩脚在一条线上的，他在一条线上做动作的时候他就站不稳，来回晃啊。还有呢就是大，超过自己的肩啊，超过自己的肩，这太大了啊。所以说呢，其实呢就是自己差不多与肩同宽，与肩同宽的时候呢，就是你的两个脚迈出去的这个宽度在你的肩的范围以内，同时呢从前面能看得到后面，看见没有，能看得到后面啊。如果两个脚在一条线上是看不到后面的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弓步。好，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往回做，就是我们的虚步的动作，来往回做虚步的动作。哎，对，虚步的动作啊。好，虚步的动作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呢也是比较主要的啊，就是注意什么呢，就是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回坐，虚步回坐的时候啊，要注意膝盖跟脚尖要相对，不要出现跪膝啊，不要出现跪膝，这种就是啊，你看我今天这个裤子太大了啊，就是这种就是，你看这就是跪膝啊，所以说要把它打开一点啊，打开一点。我们前进步会有这样的，就是弓步略微回坐，然后摆脚尖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要注意。初练的时候呢会有这种，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腿部力量更省力，就是尽量让自己不要太累的情况下，有的人他会有一种自我的这种保护措施吧，说得好听一点，保护措施。那如果我们作为教练的话，我们觉得你是在偷懒啊，就会怎么样，就会出现一种翘臀，就不要往回坐啊，屁股先撅出去啊，这个时候腿真的一点都不累，因为什么都在臀部上了啊。但如果说你说往回坐，往这样坐的话呢，腿太累了，这儿就特别的累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身体是保持直立的往后退啊。好，那下面呢我们要往前进的前进步啊。好，回坐，微微翘一点脚尖，然后我们就向左侧摆，对，左侧摆。左侧摆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身体要跟着一起走啊，跟着一起走，踏实了以后，站稳了以后，后脚跟上，收到右脚的内侧，右脚的内侧，既不是后面，也不是前面，也不是离得很远，是在它的内侧啊，内侧在这个位置上。好，然后呢再往前上步，上步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脚尖是冲前的，脚尖不是向外撇的，脚尖冲前，所以我们的脚踝要略微扣一点啊，身体是斜的。好，这个时候我们慢慢的再转正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一次啊，再做一步，回坐，摆脚尖45度，身体向啊右转。好，跟你的这个脚尖是一个方向，站稳了以后，然后再向前收脚啊，收脚，身体是斜的
好，然后再出脚。好，这个时候我们出脚的时候，你要看到我们是中间一样的，是两个脚之间是有间距的啊。有的人会一出脚放在这儿，好，等你做弓步的时候就两脚重叠了，就站不住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脚要分开一点，分开一点啊，然后慢慢啊移重心的时候再微微转腰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前进步啊，前进步啊，前进步呢还是挺重要的啊，在我们太极拳里头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哪怕是在我们八法五步这个。提炼了简练了的这个套路里头，它仍然是一个不能够忽视的一个步型。好，下面呢我们就把刚刚我们之前所做的捧式跟我们的这个下肢的这个步子结合在一起啊，一起来预备。我们刚刚最后一个是左手对吧，最后左手捧啊，好，我们要做一个画圆了啊，左手向上走，右手往下走，一上一下，哎，抱球，右抱球，再来一次啊。好，左手往上，左手，左手，一定记住是左手啊。好，左手往上，对，变掌，右手往下，你看一上一下，在胸前画圆抱球啊。那刚练的人他有可能会这么做啊，刚练的他也会做得很对，但是呢就会做得很大，做这么大啊，不要做这么大啊，把小一点，以肘关节为这个为准，以肘关节为准，以小臂啊，就是小臂在动啊，小臂在动。好，当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的重心略微放在左脚上，重心放在左脚上，然后右脚向外摆45度。好，一上一下画圆，同时丁步右抱球，丁步右抱球，对，你看左脚往前上了一点，丁步右抱球，身体是朝右转的。好，接着左脚往前上步，好，弓步左捧，慢慢身体转正，对，好，回坐，摆脚，你看手先不要动啊，都一直抱球的状态。好，等到做丁步的以后，然后再翻转抱球，左抱球，好，再上步，对，弓步右捧，弓步右捧，好，可以吗？再来一次好吗？来，预备，好。左手上，右手下，右脚向外摆45度。好，移重心，收脚，丁步右抱球，出脚，左捧，身体慢慢转正。好，回坐，摆脚，转腰，踏实，丁步左抱球。好，出脚，好，慢慢右捧，好，可以吗？啊，那么这个动作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就是注意几点吧。啊，第一个非常重要，就是你要照葫芦画瓢给它先葫芦下来啊。就是，左脚呢是左捧，右脚呢是右捧，别搞错了，这个是要记住的，先把它记住。第二个呢，在记住的情况下呢，我们要注意它的一些规则啊，就是它的一些规矩。比如说不能两脚在一条线上啊，啊，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手不要过高过大呀，啊，然后呢，就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脚尖冲前，站稳了再做下一步，站稳了再做下一步，好不好？我刚刚在做全套示范的时候，大家好像看到说邱老师你好像没有点地啊，直接从后面往前做了，啊，那我觉得如果你的腿部力量如果能够慢慢增加。达到一定能力的时候，你也可以像我这样不用点地。那开始初学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点地支撑一下啊，支撑一下，这儿有一个丁步啊，然后再做啊。好，下面一个动作呢就是向后退了，对吧？我们之前说进，刚刚那个动作是进，下面我们开始学什么退啊，往后退的啊。好，退的步骤呢也是先看我做一遍，好吧？退呢，我们连着我们前面的捋一起做啊，就手上的捋的动作。好，先看我做。啊，是个捋的动作，对吧？那么退步呢，是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进退，在24式里头，我们有倒卷红的动作是退的。那这个跟倒卷红的那个退不一样啊，基本上是不一样的。下面呢大家还是跟我学一下步子，好吧？好，叉腰就可以了，我们先把手解放啊，
我们只做脚，弓步，同样还是要弯曲一点才可以，好吗？好，再来一次啊，还是脚上的动作，脚上的动作很不容易站稳啊，常常就容易让人倒。好，我们再来一次，走，回坐，翘脚，好，身体接着向左转了，身体接着向左转，收脚，走，退步，走，移重心，啊，移重心，好，手上一起吧，来，手上是两个捋的动作啊，两个捋的动作，大家跟我一起，预备，好，向前伸出去，走，移重心下捋，捋到哪里？捋到腹前，啊，捋的时候啊，往下捋的时候捋到腹前，啊，一定要有前后之分，看见没有？前后之分，啊，不要做成两个捋，捋得很小，啊，不要捋得很小，两个手臂之间至少要有一臂的一个手掌的距离，啊，一个手掌的距离啊。同时呢，要记住是我们的前臂下捋，而不是手腕下捋啊。好，要用手小臂的这个力量往下带。走，捋，好，这里啊要略微的腰再向左转一点，否则你抬不了腿，抬不起来腿啊。好，腰略微再转一点才能收得了腿呢，对，好，腰再转一点，收腿，好，我们的手从侧面起，对吧，从侧面起，我们刚刚学的也这样，从侧面起，退步，好，然后左前下往右后，对，又做一个捋，对，又做一个捋，再来一次，捧，右手啊，右捧，好，手向前，走，下捋，走，侧起，收脚啊，收脚侧起，走，再一个下捋，可以吗？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跟得上啊？好，我们接着往下教了，接着往下教啊。好，下面呢就是开始我们的挤和按啊，挤和按式了啊。先看我做一遍左侧的啊，走，看我做，好，这个其实我已经做了是两个动作了，左挤式加左按式啊，两个动作，那这个动作就是有发力的动作了。之前我们在这个站在那儿的时候呢，我们棚捋挤按的时候，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揽雀尾的一个没有发力的一个动作的挤，对吧？啊，但是我们行进间的时候，我们能看得到它已经开始有一个啊发力的一个动作啊。好，下面跟我一起来，预备，左脚前面的脚啊，左脚先收回来，然后向左侧，脚尖落地，左侧啊，侧面看，收回来，左侧，看见没有，是平面的，不要跑前面去，也不要跑后面去，就平面的，对，好，再来一次啊，走，收脚，左侧，哎，手上呢，好，直接从侧面抬起来，哎，我们的捋嘛，捋下来，然后再起来，搭腕，转腰搭腕，这里不要转腰了，就是搭个腕就可以了，就搭腕就可以了啊。好，一起，走，收脚，开始侧起了，出脚出手，你看手跟脚同时出，好，移重心，开始移重心的时候，我就开始屈臂搭腕，屈臂搭腕，然后从胸前。从胸前啊，看从胸前，从胸前那出去，胸前然后再发出去的啊，从胸前发出去的，好，侧搭腕，从胸前发力，对，正脚，左脚还是冲前，右脚呢正脚放在左脚的侧旁就可以了啊，两个脚尖都是冲前，腰是拧住的，侧面腰是拧住侧面的啊，好，再来一次啊，走，收脚，侧起，搭腕，发力，好，按式啊，
两个手心朝上，脚不动，手心朝上，脚不动，就是我们刚刚的动作完了以后，直接变成手心朝上，眼睛看右手，啊，130度左右，然后屈臂，屈臂到哪里？屈臂到我们的胸前，屈臂到胸前，掌是立起来的，屈臂到胸前，掌是立起来，身体左转，好，左前方，根部按掌。那这个动作呢，根部呢是孙氏太极拳的一个动作了啊，一个根部的一个动作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根部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根在我们斜后方，两个脚之间是间距是一脚的距离啊，那边一脚的距离，对，根部手按出去，后脚呢要略微的脚跟要略微抬一点，但是不要把它做成这个样子啊，一定要放下来，对，这样我们的整个的膝盖腰胯才能下得来啊。好，这个动作我们完整的再来一次，走，收脚，侧起，单腕发力，转腰，手心朝上，收臂，屈臂，转腰，左侧啊，上步，然后推按，根部推按，千万不要把自己根部忘了，有的人在做这个的时候光推按了，他忘记他后面还有个脚，忘了啊，把这个脚也要跟上，对，也要跟上。好，我们接着做另外一侧，另外一侧呢一定是要把那个后脚先放下来，换重心，好，落脚，扣左脚，看见没有，把右脚后面的脚落下来，扣左脚，扣到哪里，扣到正前方，就身体向右转到正前方就可以了啊。好，落脚，扣脚，同时搭腕，搭哪个腕呢？左手搭在右手上，左手变成立掌，右手啊，右手，右手，左手啊，说错了。好，然后右手立掌，右手立掌，左手搭在右手上，对，搭。可以了，看见没有，这样搭，对，搭腕，对，好，一起再来啊，好，落脚，搭腕，侧步啊，右脚侧步，好，收回来，并步，正脚发力，同样的动作，相反方向，手心朝上，转腰，好，再转到右侧，到胸前上步，好，又是一个孙氏的根部，哎，根部，好，这两侧啊，左侧的挤和左侧的按，右侧的挤和右侧的按，所以说这两侧呢在挤的时候呢，重点呢就是要突出它的顿脚和发力，那么这个发力呢搭上腕以后呢，都是如果我要朝左侧发力，那么它一定是从右侧啊，右侧到胸前发到左侧，如果我要往右侧发力，那么它就已经从左侧到胸前向右侧发出去啊，它有这么一个到胸前的一个过程，要出去啊，要出去，所以发力的时候呢要把力量给它发出来，同时腰要拧住啊，腰要拧住，两个脚尖都是冲前的，或者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啊，做完了以后的两个手都是打开130度左右，悬臂，你看屈臂，对，都是一样的动作啊，哎，只是方向不同而已。屈臂回来到胸前，好，然后再从胸前推出去，双按式，啊，双按式。所以说，不管是往左转，还是往右转，都是一样的，动作都是一样的啊。好，这个动作左右我们完整的做一遍啊。好，大家跟我一起，也可以看我做一遍啊。好，走，侧步，搭，发力。好，转一点腰，上步，根部，好，落脚，扣脚，搭腕，发力，根部，好，怎么样，可以吗？好，我们接着还要继续往下教，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觉得我学了这个现在的内容，前面好像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哪怕你今天就是记不住，那你就当你现在
站起来跟着我一起活动活动，出了一身汗也是可以的啊。好，我们接着往下教。好，那下面呢，我们刚刚做到了这个挤按完了以后，我们又要开始踩了。我们前面做了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左一个右，下面我们又要开始做前后左右了啊，前后左右。那这次我们先从后面开始做。好，先看我做，下面我要开始做踩的动作了啊。好，落脚转身，好，踩踩，好，退步的动作是我们刚刚跟吕氏一样的啊，也是直接往后退回坐，退回坐，都是翘脚尖回坐啊。好，那么手上的动作呢，也是我们前面学过的，对吧？好，往下踩，握着拳往下啊，走，握着拳往下踩，对，都是斜脚啊，都是斜脚。一定，如果是我的左手在前的话，就是从左前到右后；如果是右手的话，就是右前到左后，都是斜脚啊，斜脚。所以说它踩等于走了一个十字形，对吧？好，那么一个叉，一个大大的叉啊。好，大家跟我一起来啊，对。好，首先把左脚落下来，左脚脚跟落下来，同时扣右脚到正前方，扣到正前方。好，退步的时候退左脚啊，退左脚的时候就握拳。好，右手，右手啊，右手略微朝上一点，对，右手略微朝上一点，右手在前。好，移重心往下拉，拉到哪里呢？拉到腹前，腹前就跟你捋一样的，就把捋的手变成了拳就可以了啊。好，身体略微再转一点，走，收脚从侧面起，这时候由拳变掌。好，退步。好，这个时候左手啊，左手握拳，对，然后往下踩，往下踩。好，再来一次好吗？走，落脚，扣脚，正前方。好，退步，握拳。好，踩一个，走，退步，走，握拳，踩两个。好，不是很难，对吧？啊，不是很难啊。好，下面开始咧啊，咧的动作呢，步子跟我们之前有点不一样了，有个交叉步，这样的一个交叉步啊。那么这个交叉步我要单独教一下啊。好，手解放，叉腰就可以了，光是我们的脚。好，收回来，首先我们把脚收回来一下，收回来是为了更好的上步啊。好，左脚向前，好，这里往前移重心的时候不是脚尖冲前了啊，往前移重心的时候呢是脚尖向外摆，同时转胯，必须得这样做。如果你的脚尖是冲前的，然后你又要转胯，你就站不住了，你就会这样倒啊，就会站不住。所以说脚尖向前一定要摆脚转腰。好，接着右脚上步正前方往前啊，一样的摆脚转腰啊。如果你不摆脚的话，你的腰是转不过来的，腰转不过来你肯定会动作会倒，你那个咧就没法做了啊。再来一次，走，收脚，走，出脚，摆脚转腰，走，上步，摆脚转腰，可以吗？有点像跳舞是吗？那么我们把这个手上的动作要结合上啊。手上动作就是我们刚刚做的嘛，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呢腰不动啊，腰不动的咧的动作啊。好，一起踩。好，收脚，然后我们就托掌了，托起来了，右手手心朝上，左手手心朝外翻。好，接着上步，手不动啊，就转腰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只是你的腰跟你的这个脚的动作，摆脚转腰，手基本不动。到哪里呢？到我们的这个正前方。后面的脚呢？后面的脚看看，脚尖落地的，看见没有啊？就我准备上第二步了啊，它是一个行进间的。好，这里是不停的。好，接着往前上步，正前方上，同时两个手翻一下，翻一下，看，翻一下，
变成左手手心朝上，右手手心朝外。好，摆脚转腰，对，就可以了啊。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踩完了以后，走，收左脚，侧起，走，上步，一，走，上步，二。对了，啊，踩跟这个我们的后面的这两个我们结合在一起做好不好？踩跟里，行吧？行进间，一个退啊，一个进，一个退，一个进啊。好，我们一起来。好，落脚，转身，正前方。好，左脚向后握拳，右手在前啊，走，回坐，踩，翘脚尖。好，退步，走，回坐，踩，走，收脚，侧起，上步，走，摆脚转腰，第一个里，走，上步，摆脚转腰里，记住一定要摆脚转腰啊，要不摆脚转腰的话就没有办法做了。好，后面这一个是我觉得是这个套路当中算是比较难的一个动作了啊，比较难的动作了。先看我做一遍，左右我都做，因为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它都是一样的动作，只是方向不一样而已啊。好，先看我做一遍。好，根部啊，下面我们是走跟靠，走，好，那这个呢就是相对于其他动作来说稍微有点难，因为这两个动作呢已经关系到发力了啊，已经发力了啊，这两个动作明显能看得到，就是好像就很像城市的这个内容，对不对啊？在四十二十拳里头我们也能看到像马步靠啊，基本上是跟这个马步靠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先学动作好不好？好，先学动作啊。好，我们最后的礼，左手在前，好，左脚在后啊。好，左脚向前上步，上在哪里？上在右脚的旁边就行了。好，接着先不要做手啊。好，我们的右脚抬起来向右侧方，对，勾着脚就可以了啊。好，下面我们的手啊，我们的手啊，好，手上动作，走，先并步，然后身体直接移，移过来了以后左手基本不动，变化在右手啊，你看右手慢慢握拳，哎，放在我觉得比腰要高一点的位置啊，要没有完全大小臂折叠，但是呢已经成一个这个折叠状了，在这个位置上，对，哎，在这儿看见了吗？在这个位置上啊。好，再来啊。好，根部转腰握拳，对，腰要转，转到哪里呢？转到你的手跟你的脚在一条线上，手脚在一条线上，然后接着先扣右脚，右脚先扣，扣右脚啊，一边扣脚，扣到正前方，你扣脚了以后你的腰这个时候是拧住的了，下面我开始发力了。好，发力并顿脚发力啊，就是你的左脚要往前并步顿脚，然后两个脚在一条线上啊，不要在前也不要在后，另外呢手呢向前击打出去，击打出去，左手放在右手的小臂外侧，是从侧面击打，在侧面，这个时候大小臂折叠。好，再来一次啊。好，扣脚发力，对，好，接着往下马步靠。好，上步，好，这里就是四十二式的这个动作，我们再把就等于就是在练四十二式了啊。好，我们上步的时候左脚不动，右脚的脚尖是冲前的，不是冲侧面的，不是扣着脚的啊，是冲前的，它形成了一个半马步，这个是马步，对吧？往这一挪就叫半马步，对。那么上步的时候就落拳，上步的时候啊，我们刚刚这样完了以后直接就把拳放下来，
啊，脊椎放下来，左手放在这个手臂的上侧，哎，对，握拳，走，落下来，好，靠，对，靠，哪里靠？腰背这一块去靠。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不会靠，靠不出来，没有这个感觉，没关系啊，你先把它动作做到以后，好，然后呢，整体的去靠啊，整体的去靠，既不是去单独用肩膀靠，也不是单独用腰去靠啊，它是一个整体。这个靠的过程当中是要你的腰胯一起去做的啊，腰胯一起做的，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力量，整体的力量。对，落下来以后靠，对，好，再来一次啊，这个动作，走，根部转腰，右手握拳，左手不动，扣脚，并步发力，走，好，脚尖冲前啊，落脚，靠，好，接着下一个动作，好，我们扣脚，身体微微起来一点，右脚扣到正前方，好，接着转，重心在后面，转成左脚，脚就翘起来，啊，这里的区别就是扣右脚，翘左脚，重心在右脚上，啊，手上的动作呢，左手呢直接放在腰间，你看左手刚刚长，直接放在我们的腰间，变成一个拳，啊，不在腰间啊，腰间还在下面一点，腰往上一点，啊，腰往上一点，好，拳心朝上，对，右手呢就直接变成手心朝上，横着，啊，横着就像这么一个横栏的一个动作啊。好，接着扣脚，扣左脚，发力，对，并不发力，好，出左脚，脚尖冲前，对，又变成一个靠，对，又变成一个靠，靠的时候这个手一定要给它撑圆啊，撑圆啊，所以说完全是横向的啊，横向的。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啊，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两个发力，第一个发力的这个肘要发出来，第二个发力的这个靠也要发出来，尽量去做啊，尽量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好不好？好，这个动作啊，左边跟右边我们完整的做一遍。好，预备，走，开始，好，并步，好，握拳，扣脚发力，正脚发力，落，靠，走，扣脚转身，扣脚发力，走，落，发力，啊，比较集中啊，我们能看到这个到越到后面它的难度其实就越大，同时呢越到后面发力的地方也就越多。那我们如果说是平时练发力的内容不是很多的这种太极拳爱好者，可能他就会有一点难度了，还不知道如何发力，是不是？慢慢来啊，慢慢来，没关系，我们先把这个套路去掌握，先把套路掌握啊。好，我们剩下最后两三个动作了，来，一起来啊。最后呢是中定，也就是金鸡独立的动作了啊，中定独立步。好，先看我做一遍，扣脚，收右脚，好，两手撑开，然后先提左脚，好，落手落脚，再提右脚，好，那么这个左右独立式啊，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不在左右前后的这个移动了。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啊，要记住它的一些要求。我们先学动作啊，好，其实这两个动作应该是很好学的啊，好，不是很复杂。好，左脚先往里扣，对，左脚先扣，因为它是刚刚打开的嘛，现在把它扣进来，啊，也不用扣到正前方，微微扣一点就行了。好，接着收右脚，重心移。收右脚在它的侧面，然后同时两手撑开，两手撑开，向两侧撑开，好，提左脚，好，金鸡独立。那么做金鸡独立的时候，当你提左脚的时候，你的手跟脚是同时的，好像你的肘关节带着你的膝往上一起走一样的这种感觉，手上成一个调掌状啊，成一个调掌状。那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什么呢？就容易出现呢手臂
弯曲度特别大，看见没有？这手臂基本上呈现了一个角，啊，这个地方弯曲度特别大。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提膝的时候提的不够高，提的不够高。有的人在这个位置上，啊，甚至还有的人勾着脚，啊，我们尽量把做到水平，就是差不多与腰同高嘛，与腰同高，做到这个。当然，如果有的人这个能力要是比较强的话，你提得更高一点会更好啊。你看，从侧面看啊，哎，提得高一点，对，好一点。然后支撑腿呢，保持微曲的状态，保持微曲的状态。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提起来以后，那么另外一个手呢，撑在我们的胯前，啊，胯前一点，就是侧面看啊，胯前侧一点，啊。尽量呢不要放到后面去了，对吧？放前面一点。好，然后是侧立掌，脚尖呢绷紧一点啊，绷紧一点，支撑脚的那个脚五指抓地。好，我们接着往下啊，左脚，好，左脚屈蹲往下啊，屈蹲往下，对，你屈蹲的时候，然后同时手脚一起放，手放在我们的胯旁。好，接着右脚，右手起，好，抬起来，啊，同样的要求啊，同样的要求，也是要做到我们的这个手呢，略微直一点啊，但是不要出现直臂。有的人说，老师你说直一点，那我就做成这么直，当然不可以了，啊，要稍微有一点弯曲度、弧度啊。在太极拳里头，它没有绝对的直，对不对？啊，可是也没有这样的弯啊，这种太弯了。我要取中间的这个，就是把它的这个肘关节略微松一点就可以了。啊，稍微保持一点松弛度就可以了，就可以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就是筋筋读的动作一定是手跟脚的起伏是一样的，就是手起脚起，手落脚落，然后尽量做到肘膝相对啊，肘膝相对啊。你看这肘跟膝相对的啊，你胳膊想成撑出去，它肘膝才能相对。你是弯曲度的话呢，它的肘膝是无法跟它相对的，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要保持它的这个高度，啊，高度上面也是要尽量往上提，啊，那么独立步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稳，一定要做到很稳，啊，如果有的人说，老师，我如果站稳了，我就提不了那么高，那我可不可以低一点呢？可以啊，就是，稳在前，你能提多高提多高，哪怕有的人他的这个年纪很大了，啊，比方说我的年纪很大了，我的这个腿部的能力就是不是很好，那么我就是可能只能提一点儿。那我只能离地，那你就离地，你只要脚能够离开地面独立支撑，能够做到独立支撑，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锻炼，就非常好啊。这个动作本来就是练平衡能力非常好的。好，下面我们接着往下教十只手啊。好，最后呢，好，先看我做，好，这个动作就很简单了啊。好，我们的右脚放在落下来，落下来以后一定记住是在还是与肩同宽啊，千万不要做成什么呢，有的人落脚以后落大了啊，太大，还有呢就是落小了，就基本上俩脚并在一起了，等一下你收就根本没有办法再去收脚了，对吧？所以落脚一定是在差不多与肩同宽就可以了啊，与肩同宽。所以我们落脚略微屈蹲一点，然后再做十字手，慢慢身体站起来。好，这个动作呢是左手往外，就是说我们的左手往外啊，左手，然后那个掌心都是对自己的啊，在我们的下颚下就可以了。好，接着往前，我们这个十字手啊，好，做好了以后，站好了以后，好，我们往前推出去一点，侧面看，看啊，好，往前啊，这是我们站好了以后，我们有一个圆球形。最后一个动作收势啊，好，往前慢慢推出去，哎，一边往前推一边我们的手心朝下啊。这里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他看不清楚我这个手是怎么样，他也不知道这个手怎么做，他会手上做一个翻花，然后再这么走，不要翻花啊啊，那手呢其实就是两个手都是往下压，看见没有，都是往下压，就两个手都是手心朝下，只不过这个时候当你一手心向下一翻转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右手在上了，右手在上，右手压在左手上，好，然后两个手再分开，好，
屈回来，屈到自己的胸前，啊，这是我们做我们的按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在做收拾的时候呢，也是压下来，分开，分到多少与肩同宽，然后往下按，啊，这个时候就不屈了啊，往下按，哪里走？肘关节先走，肘关节先走，往下压，哎，小臂往下，千万不要放在手腕上啊，就跟我们一开始做起势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肘关节下沉，整个手臂往下，手掌放下，好，然后再收拾，左脚收啊，左脚收回来，因为我们开的是左脚，好，还是左脚收，然后同时两个手放在两侧，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收拾，我们把后面两个动作再做一遍，好吧？好，我们从靠开始啊。好，扣脚，并步，走，独立是一，落手落脚，放在它的侧面啊。好，独立是二，十字手，收拾。收脚啊，我们就基本上这个套路我们就学完了。说实话，今天我觉得其实如果按照我自己平时教的话，在学校里教，我要用10次课到11次课才会把这个套路教完。那今天算是比较赶的，就是比较匆忙的，但是呢，我也是希望大家一个学到一个完整的。不管大家能学多少，或许有的人呢，我们只是学到了前面站在那里的8个动作，棚捋挤按踩裂肘靠，没有关系，那也是可以的啊。那如果说有的人他有基础的话，那可能他现在一个套路已经没有问题了，已经就跟着老师一起就把它基本上就已经顺下来了啊，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那后面下面呢，这样我呢做一遍背面的一个示范，就是大家跟着我练一遍，好不好？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啊。好，放音乐好吗？好，开步，起手，下沉，按掌。转腰抱球，左捧，手向前伸出去，下捋，侧起，转腰搭腕前挤，错手屈臂，双按。好，左手手心微朝上，握拳下踩，侧起，横脸，好，转腰击肘，转腰靠，好，接着左抱球，右捧，手向前伸出去，下捋，侧起，转腰搭腕前挤，错手屈臂回收，前按，右手手心略微朝上握拳，下踩，侧起，横理，屈肘，击肘，转腰靠。好，下面该我们手下脚下动作了啊，摆脚，转腰，一上一下，丁步抱球，右抱球，出脚，左捧，回坐，摆脚，丁步抱球，上步，右捧，走，回坐，下捋，侧起，退步，下捋，走，抬手搭腕发力。好，两手打开，转腰跟步，落脚扣脚搭腕，侧步发力，
转腰，手心朝上啊。好，根部按掌，转腰扣脚正前方，退步握拳下踩，一个，肘侧起，两个，好，上步摆脚转腰，一横里，摆脚转腰，二横里，上步转腰扣脚发力，马步靠，好，扣脚发力靠，好，扣左脚，并步两手分开，左独立式，落手落脚，右独立式，好，落脚，十字手向前伸出去，收势，好，刚刚那一遍呢是大家跟着我一起背面的做一下，因为前面我都是正面的，有的人可能看不到老师这个后面跟着一起怎么做的，那刚刚就是跟着我一起做了一遍。那么太极八法五步呢是在这个24式太极拳、48式太极拳还有杨式、孙式的这些包括陈式的这些基础上面取了一些动作，但是呢他用的是太极的比较核心的几个一些内容啊，一些动作。那么在做前面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清楚他的手法，一定要他清楚他的手法，因为我们前面八个动作我们基本上是站在这里啊，屈蹲状态，不用去管你的下肢去配合，所以说我们要学完整个的套路的话，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开始只做上肢的部分啊，反复循环做上肢部分，把棚捋挤按踩裂走靠手上部分完全练熟了以后，然后再加上腿上的进步退步侧步啊，两侧啊，这么去练可能大家就比较方便去记住了。那么太极八法五步有一点比较好的地方，它不受场地的限制啊，那基本上就是前面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椅子的地方你就可以做了啊，就前面八个手法把你的座位拉开，站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练习了。到了后面步法的时候呢，它前后一步也就是两步啊，就是左侧两步啊，右侧两步啊，然后呢后面呢也是一样的啊，后面也是一样的啊，也是都是两步两步，所以它站的这个距离都不会是特别的大，我觉得大概也就是大家吃饭的那个桌子把它画成一个圆形，可能就是你练习的一个场地了啊，所以说它居家练习特别特别的好啊，特别好。那么这个套路呢可能会有的人就会问，他的这个运动量不是很大啊，就是感觉到好像练完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感觉啊，没关系，你可以这个内容可以打两遍三遍四遍五遍，中间不要停，他的运动量就上来了，对不对？比如说你打第一遍就把它当做一个准备活动也好，好，高一点姿势啊，你甚至可以这个脚就微微的这么抬一点点都可以啊，我就是为了达到一个活动的一个感觉。好，越往后打姿势逐渐逐渐往下降低啊，我不是说的前面的站桩的姿势啊，我指的是后面的我们这个步子的这个姿势可以低啊，你可以增加运动量，你可以连续打四套五套都可以。那这个连续打不是说我打完一遍以后我再休息那么一分钟走动走动然后再打，不是，就是我这个收势并脚，好，接着开始循环做，循环做啊，这个就是我们解决当你的场地不够的时候，你家里没有办法去打24式太极拳或者42式太极拳，更加没有办法去舞那个拿剑拿扇等等的时候，那么这个套路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弥补，我觉得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比较初级啊，比较初级，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很快的涉及到我们的腿，因为我们知道太极拳比较难的地方就是我们单练下肢没有问题，单练上肢也没有问题，可是我上下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问题非常大了，加上太极拳的练习又非常慢啊，又很慢，所以我们是要求它高度的控制，左侧右侧上侧下侧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到啊，都要顾及到。所以说呢那这个套路呢就是可以让你一开始你不用顾到你的下肢，你只用去专注于你的上肢就可以了，
你甚至于上肢练习到最后的时候踩裂走靠完了以后呢，好，然后最后这个动作完了以后，好，你可以接着再去捧捋挤按，靠到这儿以后，然后再去捧捋挤按，反复的去练。因为我们这接完了以后，就直接可以接我们下一个捧捋挤按了。啊，你可以把上肢动作反复的练个4遍到8遍都可以。这时候你的腿就会特别的累，因为你想想4遍到8遍的时候，你一直保持着一个站桩的一个姿势，而且要求你的膝关节、你的胯都是锁死的，这种状态下去练的话，腿部也是会很吃力的，腿部也是很吃力。这时候专注于你的上肢，专注于你的头部，专注于你的眼道、手道，啊，专注于你的呼吸，啊，就是我们呼吸要做到，啊，自然，啊，自然呼吸。所以说，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等到你具备了，这个，上下肢都可以很熟了。啊，下肢动作也很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上下肢结合起来一起串着练了，啊，一起串着练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去注意他的一些要求。刚刚老师在课上讲到的一些啊，这个很多的一些要求，所以说你们多去注意。那么最后呢，我再提两点，最后再提两点，啊，就是我们容易出现的一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不迈腿，一切都好说。一迈腿问题全部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只要我一上步或者我一退步啊，只要我关系到这种跟这个重心下降上步退步的这种练习的时候啊，我们的身形的问题就会出现。站在那个地方大家都很直啊，都很直，都可以做到这个立身中正没有问题。只要一上步立身中正马上丢掉，就全部都没有了啊，因为关系到力量，有的人腿部力量不够，他只要一上步的时候一捧就会身体前倾，这是一种，就会膝盖前压，这又是一种，对不对啊？像这种只要往回一坐屁股就会撅啊，就会这么去撅住啊，像这种的情况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具备这个腿部力量。所以说在练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单独的把我们的进步的动作拿出来练，就比如说只练步子，上步回坐正前方对着大家，这样看得清楚一点，上步回坐摆脚45度，好，然后丁步再上步，好，慢慢转腰，好，哎，好像有这个全友问我腿部如何锁住啊，腿部如何锁住这个问题问的太笼统了啊，我大概的去猜想他的这个意思啊，他可能想说的是是不是就是我在做进步的时候，我要往前走的时候，我想迈腿如何锁住我的这个腰胯，是这个意思吗？大概猜想一下，反正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这个状态去理解啊。好，如果我们在上步的时候回坐摆脚转腰啊，摆脚转腰，如果说你是直接就点地的话，锁一点点就可以，就是锁就是讲你的腰再悬一点点就可以了，就一点点就可以，甚至不悬都可以，因为你要支撑一下的嘛，所以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是一步到，就比方说我的腿部力量很好了，老师我不需要再点地了，我觉得我可以直接从后面到前面走一个完整的步子的时候，那你因为速度比较慢嘛，所以说你可能要做到有一个锁腰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其实也就是再多旋一下就可以了。好，左脚转45度，身体也要转到45，这是必须的啊，你不能够说脚摆了，有的人这样脚摆了可是胯没摆，看见没，腰没摆，或者摆一点，这都不行，压力在这个地方内侧，这个其实我已经反复重复讲了很多次了这个问题啊。好，回坐摆脚身体也转，好，当你要出腿的时候呢，再转身体再向左转，再转住一点，好，就收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其实我想的，我觉得他理解他的锁也就是转腰啊，也就是转腰，还有一个是退步，刚刚我也讲到这个地方是吧，好，往回捋退到这儿。好，有的人说老师我退了，可是我这样拿不回来腿，我想拿回来腿的话就会出现这个情况，退我干拿拿不起来，我只能这么拿，看见没有，身体有一个怎样
向后的一个倾斜，就挺胯，然后靠挺胯来把腿拿起来，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对不对？但是你看就立身中正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会用什么，再旋一点腰，你不用往后仰，只是把腰再旋住一点，也就是侧面看啊，退步回坐，就到这里了，是吧？好，我们不要往后仰，我们这样转，来往左侧转，脚就能收回来了啊，就是转，学会用你的这个旋转，学会用你在动作过程当中，当你独立支撑动作过程当中腰部的这个旋转，就像一个立轴一样的啊，这样旋转啊，所以不管是进也好退也好，哎，多转一点啊，再多转一点，平着转，好，腿就收回来了。好，然后身体再转回来，好，再多转一点，腿就收回来了啊。然后你起腿的时候，往前进的时候也是这样，回坐，多转一点，腿就拿起来了啊，腿就拿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方法上面我们要掌握，这是一个啊。刚刚因为回答了一个全有的一个问题啊，那么第二个呢，我要讲到的呢就是，我们这个八法五步里面没有很难的动作，没有下势，没有控腿，所以整体来说还可以啊，特别于适合于这个入门级的人，就是我一点都不会，我是太极小白，呵呵，什么都不会，然后呢慢慢的过渡啊，慢慢的过渡啊，所以说它的难度的起点也是很低的啊。但是它有没有呢？有，凡是只要有独立支撑，我们就把它称为难度啊，就称为是难度了。那我们这个里头只有最后一个中定的动作有独立支撑，也就是一个筋肌独立啊，一个筋肌独立。那么在做这个筋肌独立的时候呢，我们同样呢还是会出现就是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做筋肌独立的时候呢，也是会来回晃，来回这样晃啊。那来回晃的这种原因呢啊，就是肯定平时这种独立支撑的时候就特别的少啊，特别的少。太极拳其实是有大量的独立支撑的，我们的独立支撑不仅仅只是限制于眼睛看得到的，眼睛看得到的这种支撑不是仅仅只限于这个，我们的独立支撑是在只要你走动步子，它就是独立支撑。回坐，摆脚转腰，好，开始独立支撑了，都是独立支撑，独立支撑，独立支撑。好，好，回坐，转腰，走，开始独立支撑了，一直都是独立支撑。好，当你踏实了以后才不叫，所以说它一直都在反复循环于这种独立支撑啊。那么所以在我们八法五步里的后面，其实我们也是经常能够看到好多的这个前进后退，它都是独立支撑，只不过说是到筋肌独立的时候呢啊，它的动作呢就是比较明显的突出。那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尤其是初练者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胯一定要稳住，别宣胯。什么叫别宣胯呢？刚刚老师说了，就是说我们一定尽量往上抬得高一点啊，尤其你是越是年轻人，你就应该是不是应该把它抬到你的这个胸这个地方去，然后我没有这样的柔韧度，好，往下降，降到腹的位置，肚子的位置，还是没有，那降到这个大腿平齐的位置，不能再降了啊，这不能再降了，再降下去以后，你这个就是中老年人70岁80岁的人都可以达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说我们至少得是这样平啊，这是平。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标准和一个要求啊，就是不要把自己跟80岁的老年人，有的80岁的老年人都我觉得他们都能控到这个程度都非常的棒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还是要有一所要求。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脚踝不要太松啊，稍微的还是要有紧张度的感觉。好，另外就是锁住胯啊，我又说到锁住胯，就是这儿啊一定要给它稳定住，髋关节稳定住啊，不要宣胯，看见没有，宣胯就是屁股翘起来啊，不要往外这样宣臀啊，这种现象会有啊，你就直接平端就可以了。内在哪里？内在大腿前侧啊，这一块力量如果没有抬不起来，如果这一块大腿前侧的肌群的力量有的话，你会抬得很好的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支撑腿呢保持一点点微微的曲度就可以了啊。
啊。那么我们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可以不用加上手，不用加上这个独立式，你可能有时候做这个你就站不住腿了。好，那你这个手叉腰可以吗？然后站稳，这样练，然后换过来啊。练的时候呢，最好哎屈蹲一下换，然后再站起来，结合我们的套路，啊还可以呢，就是把两个手放平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啊。然后慢慢要结合我们的套路当中，手起脚起，手落脚落啊，这么去做去，啊。不管怎么做，我们都是要稳在先。这个动作重点是练什么？练我们的平衡能力。所以说要把握这个原则，慢慢的逐步提高它。我相信大家就会练得很好了。那么今天这堂课呢，我基本上呢就是讲这么多内容。其实讲的有一点匆匆忙忙啊，我觉得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的地方没有跟大家讲到提到，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又希望把这个太极八法五步呢整个在这个下午这一节课的时间把它完整的讲完，要不然不讲完的话，我不就下一次什么时候了，大家可能都已经完全忘掉了这些内容，所以说还是希望完整的讲完。那么在记套路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要是记不住的话，假如是记不住的话没关系，我刚刚说的就记前面八个动作，棚捋挤按踩裂走靠，可以把下后面的这个脚上的动作暂时放一放没关系啊，找以后有机会的话然后再听往后听。但是呢就是练太极拳我们要记住一些，就是说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尽量不要做到让自己有伤害性，然后太极拳如果说有一点点不舒服或者说是会给大家带来就是伤害性的，可能就是对于这个膝关节是吧，就对这一块，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呢也是重点要跟大家讲到的，我们在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我们只要走步子膝盖一定跟脚尖是相对的，不管你做什么一定是相对的，我们站在那儿的半蹲的姿势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就是锁胯，然后动的是腰，能动多少动多少，不要我们的膝盖来回拧来回拧。那么在后面的步子的练习过程当中，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腰胯相对啊，就是我们脚到哪里我们的腰胯就到哪里啊。然后练完了以后，练之前呢我们要有一个热身，就是至少对我们的膝关节要有一个热身，你拍一拍揉一揉啊，等等等等的，这样比方说拍一拍揉一揉啊，哎，这样都可以。然后练完了以后呢同样要有一个放松啊，我也是这样，假如我今天练了很大的量，或者说是我今天给大家讲了一天的课，我拍了一天的片子，我下去以后要是如果我不做放松，我第二天会特别难受，我整个肌肉都是硬的，会疼两天所以说放松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做到热身训练放松啊，这三个基本的这个要求是一定要达到的。很希望就是这个在这个后面我们还有机会能够给大家再做一些更多的这个直播课程，也希望大家今天是小年，也希望大家小年愉快。好，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到这里。